上，边走边幻想那些奇妙故事和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海报绽放的光芒，有神秘的力量，帮助我战胜黑暗，追索和平，不再迷茫，一直向前闯。心藏梦想，在小路都不怕风雨挡，爱不彷徨，欢笑着手牵手走向希望，梦在前方，真爱绵绵长，肩并肩，让我们彼此信任，勇敢担当，才能更强。神奇的生日礼物。小子，你这造型可太霸道了！传说中吃了枪药就是这个样子吗？道格拉斯，怎么连你也跟着起哄啊？谁送的礼物？站出来！今天可是我生日，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！除了你们还有谁？瞧你们心虚的样子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，别闹了！我说范西奇，这么多人在看呢，你就不能淑女点吗？人家范西茄可是受老师指派，专门督促你学习的，不落点儿怎么管得住你呀？都别说了，先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吧。这洞还真怪，四周焦黑，边缘却很整齐，偏偏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爆炸，但愿没烧坏。大河小子，你这就打开瞧瞧吧。快快快，打开看看，让我们见识见识范西茄到底送你什么了。成成，都安静点儿。缺乏幽默细胞了吧？看小子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！坏蛋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！好了，我投降。快看看范西茄送的礼物吧！哇！
炫的礼物啊！好东西，我喜欢。可，这究竟是什么呀？它叫海宝，是2010年世博会的吉祥物。这是爷爷临走前送我的，限量版的哟。海宝，好好，放极了。拜托，口水都快流到玩具上了，你能不能斯文点？哪有，别乱讲。再说谁收到这么个好东西不高兴啊？我送海宝给你是希望你像他一样有智慧有勇气。哎，智慧我看是没戏了。大河小子，你就在勇气上多下点功夫吧。哎，勇气也要努力啊，他平时那股子劲头哪是勇气，冒杀气还差不多。哎，你们哼，算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随你们怎么说，我吃蛋糕去。我可切了哈。甭管怎么说，大河小子切蛋糕这功夫可是一流啊。行了，吃蛋糕还塞不住你的嘴，肉嘟嘟的就知道吃。说我，大河小子不也一样？瞧那胳膊，我这是壮，瞧咱这肌肉。大河小子，你手臂上那个记号是什么？啊，这是胎记，懂不？独一无二的哟。胎记怎么会是蓝色的？你该不会是去纹身了吧？纹身？拜托，谁会把纹身弄得像胎记一样？纹坏了呗。我们先走了。大河小子，生日快乐！范西奇，谢谢你的礼物，也替我谢谢 X 博士爷爷。哎，说起来，爷爷这次也出门很久了，说是要做一个重要的太空试验，已经去了2个多月了。哎，大科学家当然很忙了，我想他很快就会回来了，没准又会给你带来新奇的好东西。到时候可一定记得让我开开眼呢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飞行魔方什么时候能借我玩玩？周日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嘞，说话算数哈。是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物，这可是限量版，非常珍贵。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像海宝一样有智慧有勇气。大河小子，别玩了，功课做完了吗？知道了知道了，这就开始。妈，你瞧，范西奇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好玩极了，是从他爷爷 X 博士那儿弄的。范西奇的爷爷可是了不起的学者，你要努力，将来像他爷爷一样有成就才好。又是老一套，将来考上名牌大学，读到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，爸妈脸上也有光，对吧？没错，抓紧时间读书吧。真是搞不懂，做了博士后的爸妈就那么值得骄傲吗？不就是后爸后妈吗？这孩子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好了好了，等你长大自然就明白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快做功课吧。
哈哈，海宝，你醒了。老爷爷，您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海宝，你的生命被充满善能的蓝色光芒唤醒，你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所有智慧和不可思议的能量。啊！海宝，你没注意到自己的改变吗？当然注意到了，我能动了，这感觉好极了。因为你有了生命，被唤醒的生命。生命？为什么唤醒我？蓝色光芒本该唤醒他，大和小子，睡在床上的孩子，可是却阴差阳错地唤醒了你，所以你就有了生命。天意如此啊，善能应该在大和小子满12岁时注入他的体内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。能量到达时，大和小子还差几小时才满12岁，所以这能量和他擦肩而过。所以这能量给了我，我才有了生命，对吧？大和小子是1500年前光明战士转世，他肩负着打败黑暗战神、保护人类的使命。啊，他？不像，怎么看都不像个高手。海宝，现在你拥有了善的能量，只有你能帮助他。一旦你和大和小子身心合一，就会激发出最大的能量，也只有如此才能完成你们的使命。要和他一起打败黑暗战神，保护人类，拯救世界，这……海宝，记住，这是你们的使命，只有你们才能拯救世界。可是我们……什么使命？是神仙还是妖怪？异空间又是什么？只有你们合二为一，才有希望消灭黑暗战神。理解、沟通、信任、勇气。